向菩萨本愿亲，利益准王品第七。尔时，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世言菩提众生，举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脱获沙粒，多退诸心，若遇恶缘，念念增益，是等被人如履泥土，覆于众时，千宽千重，足不深邃。若得遇知识，替于浅覆，或全与覆，是知是有大力故，互相扶助，却令老脚。若达平地，须醒恶路，无再经历。世尊，习恶众生，总见豪迁，编制无量。是诸众生，有如子习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，以为设福，以资前路。或悬翻盖，其燃油灯；或转读尊经，或供养佛像及诸生相，乃至念佛菩萨，其辟知佛名字，一名一号，历临终人耳根，或闻在本时，是诸众生所造恶业，即其感果，必多恶趣。原是劝属为临终人修子圣因，如是终罪悉皆消灭。若能更位，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，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收生妙乐，现在劝属利益无量。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劝于言菩提众生，临终之日身污杀害，即造恶缘，拜泣鬼神，求诸王良，何以故？而所杀害乃至拜泣，无欠毫之力，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身重，假使来世或现在生，得获圣分，生人天中。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遭施恶因，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堆变，晚生山住。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，割去本业，滋收恶趣，何忍劝属更为增业？譬如有人从远地来，瘸粮三日，所夫耽误，强过百斤，呼吁邻人更复少物，以示知骨转夫昆重。世尊，我观言菩提众生，但能于诸佛教中，乃至三世一毛一地一沙一尘，如是利益，悉皆自得。说是语时，会中有一长者，名曰大辩，是长者九正无生，化度十方。现长者身合掌恭敬，问地藏菩萨言：大士，是难言菩提众生命终之后，小大眷属未修功德，乃至设斋遭众善因，是命众人得大利益，其解脱否？地藏答言：长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福威力，略说施舍。长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
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。若有男子女人，再生不修善因，多造中罪，命中之后，眷属大小，为造福利一切生事，积分之中，而乃扩一六分功德，生者资历，以是之故，未来现在山男女等，闻见自修，纷纷己惑，无常大鬼，不期而到，冥冥由神，未知罪福，七七日内，如知如聋，或在诸思，辩论业果。审定之后，居业受生，为这之千，千万愁苦，何况多余，诸恶居等。是命中人未得受生，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纠拔，过世日后随业收报。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，若是五无间罪，多大地狱，千劫万劫，永受终苦，复自长者，如是罪业众生，命中之后，眷属骨肉，未修营斋，资诸业道，未斋食尽，即迎其之子，米干灾业，不弃于地，乃至诸时为现佛僧，悟得先时，如有为时，即不精勤，是命中人了不得力。如精勤尽，封现佛僧，是命中人积分火一。是故长者言，佛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，命中之后设斋供养，至心勤恳，如是之人存亡获利。说施与时，道立天宫，有千万亿，那由他言不鬼神，悉发无量菩提之心，大辩长者作礼而退。哈哈哈，闻三摩地梭哈。